早几天情人节，还要忙工作的人气爱豆许魏洲从上海飞北京，粉丝们自然很想和偶像一起过节，于是就聚集机场送机接机。当天许魏洲穿一件灰色格子大衣，留一头乖乖的黑色顺毛，戴着墨镜，聊得迷妹们激动不已，急在他身边拿着手机狂拍。除了妹子之外，人群中还有位拿着大平板录像的男同胞，实力瞩目，惹得许魏洲都注意到了他，还调侃了两句。排队值机的时候，粉丝们乖乖站在远处等待，许魏洲就如同模特拍画报般安静地站着。办完手续，粉丝们再次围上他，还有个妹子拿着玫瑰花，可惜许魏洲走得飞快，看样子并没有送出去。几个小时之后，许魏洲落地北京，还没出闸就再次被大批粉丝包围了。许魏洲依然保持好心情，对着大家露出淡淡的笑容。北京的粉丝比上海的粉丝还要激动，尽管有两位助理保驾护航，仍然无法阻止妹子们想挤到爱豆身边的强烈愿望。然后悲剧就发生了，踩我粉丝。被连踩三脚的许魏洲真是既可怜又可爱吧。许魏洲并没有因为这点小风波而影响心情，一路上还是嘴角上扬着，并且不忘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最后上车时，妹子们一起大喊情人节快乐。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许魏洲也祝大家节日快乐，这气氛也是不能更和谐。一直到回家，许魏洲都特别开心，笑个不停，发现五哥的镜头之后还挥了一下手。不管，五哥就当你是打招呼了。名侦探赵五找对了爱豆，天天都是情人节。独家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